近期嘅本地波好似經常都有大手交易，應該都幾好睇。冇錯，好似今晚旺角場咁啦，就總共出現咗九個入波。公民咧險勝謝飛聯3-2，神曦就正勝監員4球。由陳坤傑報導。神曦一着今季全身粉红色作客破衫，球员果然醒神晒，一对箭头的入球能力即刻爆发啦！基奥云尼头先禁区炒高，呢次压入去就射入今季第一个联赛入波，为神曦27分钟领前1-0。佢同拍档安达神亦渐渐擦出火花，眼里只得对方一样。基奥云尼接应安达神传出嚟，最后一脚抽高咗。呢次基奥云尼交俾安达神，然后自己走位，都话安达神眼中得佢噶啦，揾到基奥云尼揿地波。呢、这个球队上季最佳射手，上半场4次起脚收获2球，成功率50%。安达神就冇咁高啦，换边后空晒，脚又唔得，连个头都唔系咁顺，顶翻门将嗰边，季前俾人赞射术了得，要直到77分钟先有机会展示一下，斗过门将入网，神曦拉开到3球。本来他和基奥云尼可以看齐1人2球，但劲射被门楣阻挡，机会经过郭宇雄，最后落返到基奥云尼后脚搞定，连中3元，神曦结果4-0大胜监员，今季联赛首次赢波。另一场黄黑衫的公民险胜谢飞联3-2，这个星期几乎场场大手交易，而且靓波特别多，中埋眉底先入的是徐德瑞，他在36分钟再在对方整个后半场没人掂到个波之下入多一球，公民领先2-0。跟住又有靓波睇，呢种位置罚球直射唔系朗拿迪奴或者碧咸嘅专利，女精都得。谢菲联临完半场追翻近啲，再喺换边后由后备嘅郭爽摊动嚟食，攀成2-2平手。谢菲联有赛和神曦嘅纪录，有冇机会做和波专家呢？如果宝莲奴顶入之后，呢边徐移民头锤唔系中柱嘅话就得嘅，因为最后一击啦，公民结果赢3-2，连赢2场升上榜首。有线视记者陈坤杰报道。